哎，起身起身。打啦！起身。哎呀，唔好意思，皇上。唔紧要，真系打咁熟。啊！好多人啊，皇上今晚。系啊系啊，江南真系多人啊。系啊。在情在理，他心我心，不必争论也难问。为人为我，不必区分，一切是干，开心要紧。信缘信义，以下半生，欢欣自会接近。自然也合世，自己有自信。终之生，始终有鸿运。像风也像天云，落得笑面对人。任上天引导我行，随缘命，梦欢笑真。啊，真的冇见咁多年，你一样咁好啦、啊！一出嚟就啊跪拜我，真系唔系啊！但系好似现场大家好似唔系好熟悉咁啊，对于我哋呢啲呢造型系咯、啊，你知唔知佢系边个？哎系喎、啊，诶、哎、差啲醒唔起，韦小宝见到皇上唔记得跪添，参见皇上，微臣韦小宝，愿皇上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。喂。系啦系啦，我而家巡行江南，即系有咩节目咁咧？你话？嘿，节目就多啦、啊，不过要问下节目部总监边个？阿多隆先得，多隆，你做乜？你做咩啊？你乜趴住出嚟啫？韦爵爷皇上，唔系啊，我不嬲到韦爵爷咧，即系景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所以韦爵爷都要跪，我唯有趴啦，系嘛？皇上更犀利企啊！咁假嘅讲嘢。喂喂，唔好讲啊！呢个唔好讲咁多呢啲废话啦。皇上，你跪我啊！皇上，有咩？系啊，你系咪要低过我噶？系一定要低过你，皇上。你又玩皇上？哇！你打皇上啊！你唔系你有冇搞错？有咩节目啊？你讲啊！嚟到呢度。好犀利啊！咩犀利？我可以带皇上同阿韦爵爷去 wed 啊！有一个好好嘅节目叫做《星光熠熠耀宝娘》啊！有皇上最中意睇嗰个司仪陈百祥啊！过晒气啦！嗰、那个喂，有冇嗰个新秀刘德华睇啊？有啊有啊，有嗰个成日话冇女朋友嘅刘德华啊！有冇嗰个新仔啊？梁朝伟有啊，有好多女朋友嘅梁朝伟都有份啊！排嗰阵都唔系讲呢啲嘢嘅，微臣带你两个去嗰边睇嘢啦，大路啊大路！皇上讲埋啲衰嘢喎，攞去斩！喂，